你作为一个投资人，你一点都不紧张。其实你早就知道老板要跑，你不但不告诉公司，还问老板去要钱，对不对？ 这些钱我分给你一半，行吗？哎，喜欢吗？车拿去，随便开，什么时候开高兴了再还回来都行，行吗？还不是，都是你的，你都拿走，行吗？手表，不是贵，不是喜欢吗？都给你，行吗？挂腰带。哎，停，我可以答应你，但我怕他们不行。 下去。哎哎，帅，你干嘛呀，帅？你知道你现在应该做什么吗？第一，你要把你所有拿到的赃款都分给模范的工人，就当做这是利息。第二，你要尽快的配合警方办案，越早把老板抓到，你的罪就越小。听明白了吗，臭哥？ 帅，哦，对了，我还有一个个人的小小请求，我希望呢，你不要再出现在公司，因为我一看见你，我就觉得恶心。